我去，哥哥今天竟然又霸气护肤了。波波今天不是没有选择礼物环节直接走过去了吗？然后就有好多人黑他，说他装，说他不配合工作，说他没有礼貌。某些黑子真的是没事找事大黑呀。然后接下来不得了了，姐妹们，哥哥出来了，他也没有选择礼物，直接走过去了。不是啊，选一个这个。哈哈哈，他停都没停就走过去了。没办法，就是这么酷。你听，这里有人说了一句话。哈哈，没错，我们小情侣就是故意商量好的，怎么着？看到王那个播发的，这个热搜不错。我一看，怎么着？热搜第一条，爆！肖战你好闪，王一博今天也很酷。我真的是服了。这个视频很清晰地看出来，哥哥真的是照着波波的名字旁边写的。抖音。